小组配合，最后戴维斯没有把球接好，传的稍微低了一点啊。哇！林志杰挑战篮筐，本场比赛首度得分，志杰的表现。哇，这个单挑汤马士，哇，这个放球点非常的高。哇！林志杰在退位的情况下直接飙进。三队失误来到十二次，林志杰的弧顶三分。可能必须要做一些修正的地方，没错。林志杰三分线外接球，立刻出手打板进。这套的一个阵容，除了汤马斯以外，但是这些替补上来的球员打得完全不像替补球员。对，你知道李盈峰以前在首府大学的时候，哦，这是也是林志杰的 M1。现在你怎么看国王队一开始守的二三区域？哇，野兽。19罚15中，对，哇，又是一样对位的三分线。哇，野兽在这个组合输。一样再出来持球，这边一个 ISO 机会，直接罚三分。哦，会被新特利播出来。哦，野兽被阿威抢走，直接找篮筐。这个是一个三支球，这个切入，哇哦，大叫一声，球给志杰，在张文平面前来一个华丽的360度，小夫上来帮他的掩护，也是，哇，射出了一下的扣打，哦，一个人过两个，华丽的大转身，哦，这场比赛。先不要说在电视前看，在现场看有看到有赚到啊！做一个 handle， 第一时间没有起，最后还是旱地拔高，再来一个三分。第四节跳出来，来带领整支球队。